你这样反复开关，会减少它的使用寿命。 破相了。抬头。哦。放心吧，不严重，不会留疤。 那个，可不可以不要告诉我爸妈今晚的战绩？因为我家里家教特别的严，如果你告诉他们，他们会特别担心。好。不走吗？嗯。正好这有张单人床。啊，走走，我。 你今天怎么样的情况？我们林老师有点疼，还有点胀气，其他还挺好的。胀气是正常的，等差不多今天排完气，就可以给他喝点水了。啊，恢复的不错嘛，林老师住院期间辛苦两位的货了。辛苦了你们才是，一大清早的就开始查房。哎，不辛苦不辛苦，那我们先去隔壁查房去了啊。啊，唐主任慢走啊。哎。 给你润润嘴啊，顾卫，谢谢。 怎么大晴天的还下雨了？这下怎么办啊？没有带伞吗？这大晴天的谁带伞啊？哎，是顾医生啊，走。
走。走。女孩子夏天出门，不都会带一把遮阳伞吗？嗯，太矫情了。晴天出门晒太阳还补钙呢。这是什么？好香啊！哦，是鸡汤。我们病区的两个 VIP 特护，果然服务到位。家里两女一男，他是稀有资源，所以嘛，要照顾好了。嗯。那，你以后对你的丈夫，也会这么好吗？当然了，还是我妈的表率工作做得最棒。这雨下得这么大，什么时候才能停啊？快来不及了。还好，时间还早。不早了，平时林老师7:30就要吃早饭的。喂。林老师还在等我，我先走了。给。医生，咖啡。谢谢，兄弟。嗨，你好，请问305号病房怎么走啊？前面右转，12楼。哎呀，我的东西好重啊，我的胳膊好酸呢。哇，香水味能盖住消毒水的人，也就是他了。不过这丫头来这儿干嘛？咱三来了，你怎么样了呀？还疼不疼啊？哎，还是有点疼。哎呦，干爸，你看你都瘦成什么样了呀？太让人心疼了。你什么时候能好呀？你看这一天天的清汤寡水的，腮帮子都瘦下去了。干爸，你猜我给你带了什么呀？你看，小火锅。哇，这个好。这个好啊！我跟你说，这个口味更好吃，你看。是吧？这个可不能让笑笑知道啊！保密。三三，你脑子怎么长的呀？我爸刚做完手术，能吃辣的吗？瘦下来。哎呀，你别着急嘛，我这还带了别的呢。干爸，你看，益生菌，调理肠胃的。好。还有这个，面膜。干爸，我跟你讲哦。这个生病很熬人的呀，这个生病很伤皮肤的，而且要让我干妈也用起来，要不然你看看笑笑这个皮肤，你再看看我的，不一样的呀。哎呀，对的了，对的了，我跟你说啊，笑笑啊就是没有随我的精致了。你说什么呢？啊，你就是太粗糙了，笑笑，你这么粗糙的话，你找不到对象的啦。对呀，干爸，这个医院里要是有什么单身未婚又好看的小哥哥。要给笑笑制造机会的呀！哎呀，对的呀，你说我怎么不努力了？我把征婚照片都发出去的啦。征婚照片？
林老师，顾大夫来了。你是医生？现在的医生都这个水准了吗？三儿，好好说话。哎，对了，笑笑，你的征婚照片啊，顾医生也收到过了。是吧，顾医生？明天验血结果出来，如果指标合格，就可以把脂肪乳停掉了，这样你手背就不会红肿了。哦，对了，今天把低速调整慢，挂的时间有点长，要辛苦些。谢谢医生。不烫吗？哎，他拿我当空气吗？就是你那个大不是，不是。没事，没事吧？你喝鸡汤，我们有事说。走，我走了，我们出去。我刚来，我上哪儿啊？我哎，快干嘛呀？快！哎哎哎呀！我不着急，我还得给你把把关呢。果然，一来就有惊喜啊！你是惊喜了，你可别吓着我的小白兔嘛。锁定目标，赶紧下手，稳准狠，一口吃掉它。好。哎呀，兔兔这么可爱，怎么可以吃兔兔啊？哎呀，走了走了，不着急，走。等等。作为一个品学兼优的三好学生，我决定贯彻苏珊老师的教学理念，瞄准时机，实施计划，稳准狠，这样让你的猎物无处躲藏。然而，啊，今天天气真好。嗯，还不错。你和那个高希怎么样？哎，要不要去晒太阳？晒太阳？啊？哦。哎呀，小小啊，你看这天多好啊！哎，出来遛弯啊，真是舒服啊。林老师啊，是不是憋坏了？哎，在这床上躺着都憋屈死了。这人呐，真不能生病。就应该多出来走一走嘛。哎。丫头，嗯，你看，那小伙子多帅呀！什么？我看，哎，就那个，你看长得多帅呀，像个电影明星。一般吧，你别这么看，万一被人家发现了多难为情。我告诉你啊，你这个观念得改一改，要不然找不到对象。我啊，顾医生都比他好看。顾医生，这顾医生那是阳光，你看这小伙子长得多立体啊！你看这。又不是堆积木，嗨，他比顾医生年轻啊。年轻怎么了？技术流，技术靠谱最重要。哎，我觉得这个孩子不错，但我就是喜欢顾医生。嗨，顾医生，林老师，今天精神不错，刀口怎么样？那个，昨晚睡得不错。啊，刀口是有点疼啊。对对，林医生，哦不不，林老师，走走走，我带你过去。我先回去歇着。接过，麻烦让一让。哎呀，你说这小女孩，她又没动手术，怎么知道你技术好不好？给十六床的病人先量一下体温。嗯嗯，快点。小谢，跑那么快干嘛呀？哎呀，你怎么跑这么快啊？来，给你管。跑慢点。37床的要换下药，我先过去了。好的。嗯。小孩子好像都怕医生。那顾医生有孩子吗？我，
没有。啊。你是不是应该加一句单身否？嘿，吓我一跳。哟，您这是弃武从文啦？嗨，承让承让。我觉得顾医生说的对，上学才是赚钱的最好方式。没错，知识就是力量。嗯，可以啊，没想到你这个桀骜不驯的小年轻还能被顾医生说服。第一节课我们开始吧。什么第一节课啊？我不行啊，哎，我走了。别那么无情嘛。姐姐，你是学物理的吧？我。是啊，你怎么知道的？老顾告诉我的。顾医生？嗯，对，就是我这位老同志。小杜同学的学习热情十分高涨，怎么能拒绝一个一心向上好好学习的年轻人呢？我负责数学，物理就拜托林老师了。嗯。OK。谢谢你啊，张护士，这些天辛苦了。啊，没事儿，这都是我们应该做的。那林老师回去以后还要多注意休息，我先走了。啊，林老师，疼不疼啊？你就别折腾林老师了。哎，顾医生来了。哟，顾医生，那我这拆完了，是不是就可以回家了？这么想回家？我还是以后会来看你的。我们林老师啊，在这儿住惯了，这几天啊，被伺候的舒舒服服的。是啊，我倒是希望您永远不用来找我。不过您夫人刚刚签完字，21天之后，您还是要回来。补习时间到，今天可是最后一节课了。顾医生，你们要不要一起合开一个补习班？终于出院了。回去照顾好林老师啊！好，谢谢护士长，让他多注意休息就行。哎，顾卫，你们聊，我先走了啊。你不是有手术吗？还没到。啊。给，快去办手续吧。去吧。
如果可以，真想把你一起打包，塞进包包。不健康的欢乐日子总是那么短暂。笑笑，粗茶淡饭，吃饭了。来了来了来了，还是真实的人生。加油，林之孝。好好，隔离学习，考研倒计时。喂，你怎么还睡着了？写啊！我太困了。老爸到了。嗨，苏珊。跟你说了多少遍了，我们不合适。苏珊，你给人家一次机会嘛，人家真的好爱你。只要你和我相处一段时间，你就会发现我的优点。求求你了，我们不合适。不，除非有一天你不喜欢男人了，否则我是不会放弃的。哈尼，哈尼，笑笑，林之孝。啊，来了！嗨 ，darling， 你，再见 ，darling， 坏坏，我坏，我哪里坏了？你这水平要是和你的顾医生发挥一半，你早就抱得美人归了。哪壶不开提哪壶。既然你不主动，那就让答应我来搞定他。你弄你的指甲油吧。请问你有女朋友吗？你干嘛？喂，林老师。哎，打电话给您呢，主要是想跟您说一下，过两天不是要复诊吗？那个有床位啊，您就通知我就行了，我等您通知。啊，好的好的。哎，林老师。啊？那个林之孝怎么样？林之孝啊，考上了，考上了。这不一开学就跑学校去了吗？哎呀，女大不冲流啊。啊。考上就行，考上就行。谢谢啊，回见。哎呀，顾大夫是个好人呐，医者仁心。哎，
居然清明节考试，要是他不录我的话，我做鬼也不会放过他。你还是先管好你自己吧。哎，林熊猫，要不要找新雇的医生看看你这熊猫眼呀？你再说，站住！你人回来了，晚上有时间吗？一起吃饭。顾医生听说你考上 A 大了，还说要恭喜你，请你吃饭呢。哟，这一看就是相亲失败，准是又遇见极品男孩了吧？我在大太阳下头等了半个小时，对面商店走出来一个土肥圆，上来就问你是不是小学。我观察你十几分钟，我觉得你还可以。哎，你是没看到哦，他就那几缕头发贴到头皮，发际线一望无际。哎呀，他要是在古代哦，肯定是个阿哥。嗨，我说学姐，咱不能以发型论英雄，聪明的脑袋不长毛嘛。你还别美，你现在不着急，等你到了我这个年纪的时候，别说阿哥了，太上皇都没得，就等到碰太上皇嘛。啊，太上皇，不行。喂，林之孝，你没事吧？岁月不饶人，不能留遗憾，我可不想见到皇亲国戚。我走了。追你这是追对了，今天累不累？不会是我腿吧？啊，来，跑得可真快，肺活量不错。
站住！林之孝同学，你知道今天是什么日子吗？call了你一晚上，你都没有回。你抽什么风啊？不是普通的风，而是龙卷风。爱情来得太快，就像龙卷风。哇！你谈恋爱了？你终于谈恋爱了！我跟你说，我们一定要去庆祝一下。谢谢。结婚，请柬。谢谢。哦，对了，他让我们做伴郎伴娘，
记得把尺寸发给他。记得把尺寸发给人家。我先走了。哎，你不怕我自己吃午餐挑食吗？嗯，你都多大个人了还挑食啊。我先接个电话。喂，妈。什么？我马上就来啊，我走了。这么着急干嘛呀？江湖救急。就多，又刚刚升职，一卡车一卡车的粉红诱惑都主动往上扑。他又不听妹妹的指导，我要跟他离婚。身边的这位女同志的真实案例，给了我当头一棒。对了，忘了说了，我的表哥也是一名医生，而他的粉红诱惑。正是科室的护士。事与愿违，危机重重，自求多福吧你。啊，医生的前女友那么惊艳，她在医院里天天有那么多漂亮的客人和莺莺燕燕围在身边，我呢，我可怎么办呀？哼，看来到了本仙女出马的时候了，有什么办法？九品见人品，三三为了我这个闺蜜，拿出了珍藏半个月的红酒，准备拼死一搏。顾医生，笑笑。喝什么可乐呀？喝红酒。
火锅配红酒，老配方，新味道，喝完一杯又一杯。来，你呢？倒满。干杯！干杯！干杯！嫂子，嗯，我跟你说，你知道我的酒量有多好吗？少喝点。来来，顾问，你没有好好喝是不是？你看看你头发这么长。这回指标都正常了吧？林老师，哎呦，笑笑，雨儿来了，来来来，来来来来，过来这儿。我跟你说啊，我找到一个特别好的小伙子，小张医生啊，小高，小高啊，对，小高，小张医生是谁啊？啊，这不重要啊，小高医生，小高医生特别好的一个孩子，认真靠谱，而且啊。你们俩年纪般配，对对对，笑笑，嗯，叫我小高就行。你好，哎，你好，你好，你看多腼腆一孩子。哎，笑笑，我们加个微信吧，这样林老师有什么事儿，你随时跟我说。啊，对啊，对对对。加加加！你看这孩子想的多周到啊！加。哎，好，加上了。小高医生，加上了，真是热心肠，是吧？哎，好了，你们年轻人多交流交流。那我们先带人去查房了。啊，哎，走了。加油！嗯，你说这孩子怎么了？怪怪的啊！还是我好吧，我的活泼，好多好啊！过两天你这个还是要注意饮食清淡。嗯，哎，笑笑。小高医生，你也在，来吃个苹果呗。谢谢。
今晚小高值班，注意你的身份，是吧？不热了吧？小高医生怎么感觉不太对劲啊？小高乐于助人，帮我修了一下手机。你就这么挡了本姑娘的桃花呀？这才是真桃花的脸。神女神，高医生、顾医生好。有两个去美国进修的名额，我希望你能和我一起去，也许我们可以重新开始。进修名额我会争取。太好了。但是我已经有了新的开始。看来我真的要抓紧时间了。谢谢你的咖啡。哎呀，这个车不错啊。加速快，适合我这样的温柔猛男。以你现在的体格啊，基本就告别加速了，老老实实龟速吧。你呀，就是我的龟速。顾医生，早啊。早。这是你的车啊？啊，对。林老师啊，试上。这车不错。你这孩子，怎么看到长辈也不打招呼啊？没礼貌。长辈，顾医生是长辈啊。平辈，平辈，没差几岁。阿姨。阿姨。哎呦，这，哎，对了，林老师在这边，汽车尾气不好，我们得赶紧走，走走走走。这哪有尾气啊？这我觉得有，特别的重，对身体不好。哎呀，你慢点，慢点。哎呀，爱情，其实也是一场双方博弈的过程。没想到我的这个举动伤了顾医生的心。
生，你真生气了。我不是担心他们一时接受不了这么大的女婿，不，这么大一喜讯嘛。而且上次表哥的事情，家里对你的职业不太放心。女士，你的态度让我很没有安全感。择日不如撞日，就今天吧。衣服脱掉。维护世界和平，打击犯罪分子。biu biu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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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biu。恭喜！哎，这都是我医院的同事们。新来的人很多。嗨，嗯 ，Hello。哦，哟，哎，坐坐坐，终于来了你们。是啊。来晚了得罚酒啊。三杯啊得。三杯。是不是啊？来罚一杯。罚一杯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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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罚一杯。来，干了，干了，干了啊！哎，他们迟到了，他们也罚了，不止你一个。好，好，医院的男神被一个病人家属给拿下了。小姑娘，你是怎么搞定咱们顾医生的呀？是吗？李医生，请对我女朋友说话礼貌一点。哪个女朋友啊？请对我未婚妻客气一点。未婚妻了？顾伟，你要结婚了？这不是得向你看齐吗？那你不是要去美国了吗？你舍得你的小未婚妻吗？美国结婚？怎么不跟我说？什么时候？来，吃个葡萄。你快告诉我。啊。好吃吗？你没生气吧，西西？没有。那要不然大家一块儿祝福我们四位新人。一块喝一个，好，恭喜，恭喜，恭喜，来来，恭喜啊，恭喜啊，两位新人啊，喝一个，干杯。顾卫啊，这次是人家小菊结婚，你可不要抢了人家风头啊。就是啊，我们老徐难得高光一次，感谢老朋友们都能来祝福我们。来一块儿，喝一个，来来来，新婚快乐，同乐同乐，新婚快乐啊，新婚快乐，快乐啊，新婚快乐，新婚快乐。嗯，以后咱们常聚啊，必须的。在别人眼里，我和顾卫才是最配的一对。那可能让别人失望了。顾医生很粘人，如果我不回去的话，他会很着急。失陪了。下个月我和顾卫要去美国进修。他没告诉你吧？你确定要等一个可能回不来的男人吗？
要出国进修。是。去多久？半年。鬼，有时候我觉得自己离你很远。也许高希说的对，你跟他才是最合适的。林之孝，为什么每次你离开的背影都可以那么潇洒？我潇洒？不要这样看着我，这是勾引。你干嘛？跟我去个地方。哎，你放开我！你这是拐卖人口！你不会是怕被我拆穿，所以想杀人灭口吧？你看。喜欢吗？好漂亮的星星，好好看。你看，星星那么闪亮，就像你的眼睛一样。讲话的声音，送给你好吗？彼此的样子，一见钟情，为我等的心。撕裂了安静，为爱做了选择题。这算什么呀？是为了哄我还是？余光都是你，都不及我们的故事。这枚戒指我准备了很久，我已经被你的小脾气套得牢牢的。公平起见的话，你是不是应该戴上这枚戒指，以防其他医生垂涎你的美色？不然的话，我怎么能安心好好学习？你以为我不担心你顶着这张好看的脸直率行凶吗？输了的游戏，摇曳一时的坚定，保护你，为你我愿意变得透明，把所有光线全给你，遥远的距离无所依，失眠的意义，想你，我们的爱情家族好心情，所有快乐却因为你。我只想把爱藏在目光下的空气。往后余生请多指教。我慢慢调整着呼吸，空气里慢慢出现你的气息，开始我们只是简单。做个记号，林之孝专属。傻傻是你对爱情的回忆，安排着以后动了心。我们的爱很简单，把彼此当成了依赖。多少时间能见一面？相爱就需要万千点期待。
讲话的声音好听，彼此的样子一见钟情，为我等的心撕裂了安静，为爱做了选择题，明明动了心还嘴硬，余光都是你躲不及，